所以来看这个婚礼的这个厝边彰化，彰化万林区呢，伫举办新春的灯会，大街小巷拢嘛使看到真济这个歌灯。因为因的市长最近发现讲啊，有人伫路边的大排水沟，等真济垃圾破坏这个环境甲市容。清洁队一个队长为垃圾袋内面发现一包油袋啊，就咧将这个民众吹掉。伊讲是因为过年时啊无收垃圾，即将这垃圾呢等入这大排水沟，相对讲你若乌白等垃圾，会使罚1200块到。6000块。彰化万林区的路啊，拢挂新春的挂灯，好客路看起来真水。不过对边看，竟然出现真侪粪扫。青色地啊，白色地啊，透明地啊，一地一地粪扫，好规个变作粪扫河，破坏环境嘛，破坏市容，让万林市长真生气。很缺德啊，因为哦，整条马路很干净、很漂亮啊，为什么会多到沟渠里面哦？清洁队用粪扫袋啊，内底油袋啊，顶头的名去找人，找到一位70多岁老先生。4天的年假，因为他也可能不到地方放置他的回收跟垃圾，所以他贪图方便，把他丢在沟渠。清洁队看到老先生身体不好，无该罚钱，干那个警告。不过，若是够有后一摆，就会罚钱，会罚1200块到上悬6000块。清洁队呼吁民众卖青菜、等垃圾伫路边，或者是转交，因为四界拢有监视器，只要发现黑白蛋，一定抓到凶手，而且一定会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罚钱。